刚刚参加完开机仪式，红包叮，去哪儿消费呢？田园小镇。据说今天有大集，哎，这是不是这是大集的车？哇，给你们看看啊，都是野鸭子。据说啊，这前面有一个大集。开机仪式结束了，我就下班了，我就不行钱了，拿着红包去赶大集。越来越近了啊，赵家大集散了，赵家大集，哎呀，散了，没赶上。我现在再回去吧，红包也没花出去，改天再来吧。呱呱，嘿嘿，小青蛙没赶上大集呀，你们看见了吗？咦，这不是大鸟，是风筝。北方风筝城，这么大冷天的还有人放风筝，改天我也买个风筝来试试。野鸭子，回去换了身衣服，大超市，这50块钱可就刹不住了，顺便买点菜回去。什么都有，橘子在那儿捡丸子呢，看，往里扔呢。来点酸菜吧，这个我做过吧，这个我也做过吧，大包子，老豆腐不错，来一个老豆腐，好嘞，那给我来点吧，行，很新鲜。大鸡腿儿，大鸡腿，鸡扒腿，这个形象弱点，你下去吧，淘汰了。四个，五个，六个吧。洋葱来一个，香菜吗？小臭菜，多好啊！这个香菜，它长得很不香菜，是长得跟芹菜一样那么大。这个是黑小米，买点黑小米，不用多了，就买这么点儿。睡一觉脸圆了，在外边下雨了，去做个核酸。你好，刚才说的是北方话吗？大哥问我你好，我说你好，你会吗你？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人家来打扫卫生，橘子就没听懂。冰晶有地儿能打扫了。橘子说啊，你说冰晶有地儿能打扫了。什么？橘子还没听懂。哦，0910能打扫了吗？我想买煎饼果子，也没找着啊。你见着这个卖煎饼果子的了？没有，所以说想买啊。人现在都不是煎饼果子，这都是吗？帮我带你们去看看我新的落脚处。哦，整点这个吃。这是什么？糯米藕粉的素果。尝尝一点点呗。行。不给我呀，没有我。要两根就行。啊。两根。再拿点别的呗。我怕这个吃不完会不会不酥了？不会，你一个月它就。哦，是吗？嗯。一个月它也会酥的，六个吧，行了，够了。我想要那个大米花，真会吃。就小时候这个条条，别说明星，明星是你们吗？我是演特角的。嗯，特角是。我都光听他们说啊，特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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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一个呗。看着那个，那个，别，爸，小叔叔味道。小时候就这样，说放着在手里怎么吃？好嘞，我给你用个大袋装起来，好吧？好嘞，看看。啊，你这个太丑了，来做核酸。